3000多年的壁画，3000多年的颜色，那些个地方本来有颜色嘛，原来有颜色嘛，有很鲜艳的那很色彩的了。那现在在下面这边都已经没有颜色的了，3000多年，肯定都可以开药嘛，那个方便的颜色嘛，蛮贵的。但是如果你卖的是西藏的话，我们这边的导游啊，那些的颜色，红的，还有马帮多往上干的，上面那点天花板，天花板上面这边的，那个是3300多年的颜色，都还存在，都保留下来到现在的了。那个后来有下。